每天呢应该是3对到4对演员给您说。今天呢是3位演员，陶阳啊，艺名叫陶云胜，还有我啊，李根，艺名叫李锦旗啊，这是我西河的艺名啊，我师父郭德纲他的西河艺名叫郭增福啊，我们的师爷是金文生先生，艺名叫金连瑞啊，启连曾景祥，我们这辈分是这么排下来的，到我这儿呢是锦字，后头呢就是刘元啊，今天李迎杰有事来不了，刘元说，哎呀，刘元大胖子，一会儿您一看，赶紧拍照，拍完照辟邪用，要多寒碜有多寒碜，往这一坐，跟这桌子差不多少宽敞，大胖身子，大胖脑袋，可爱至极。给您说这个叫《狄公案》，啊，他这也是也算是一个新书，因为传统里头没有，这个作者是个外国人，好像是荷兰人写的这么一部书，说的也是挺好的破案。我呢给您说这个金光寺，还叫闹阳州，原著的名字呢叫《恶僧传》。也今天也凉，人来的也少，这是老朋友啊，几乎每周都坚持着啊，这个受着折磨，有的时候还有老观众。今天可能天太忙，实在是不想出来。别说您不想出来，我这出门都觉得受不了。这天应该挺好，我还怕今儿下雨，我说可别下雨，一下雨就麻烦了，本来人就少，再一下雨，没听说哪位朋友打了伞听书来，我妈，除非是我师傅在这儿行，我们这到不了这种魅力。一看还真不错啊，天还挺好，就是冷。我还骑摩托，哎，没给我冻死呢。这一道啊，那个惨劲儿就甭提了。把这个冬天的衣服都收下来了，想着夏天，没想到今年这个寒的时候还是这么久，到现在还是这么冷。我觉得跟冬天差不多少。这个今儿我也看不见在座的朋友，为什么没戴隐形眼镜？这是一个遗憾，我这眼睛啊，从小4年级就配眼镜了，但是我学习可是很差，躺着看书啊，写字斜着写，爬灯底下看书，看电视离得近，平常上台得戴隐形，要不然看不见下边，你不知道下边的反应。再有一个呢，戴隐形便于看美女。其实实在是很遗憾，这个那也没办法。咱们看来大伙儿都回来了啊，咱们说两句废话，咱们就开书啊。听书看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。人间正道是沧桑。说书的规矩啊，上来先念一段定场诗，拍一下这小木头压言，各位就不要说话了啊，听我给您说书。开头拍一下，结尾拍一下，结尾拍这一下呢是留扣子，这是评书的术语啊，留一个悬念。刚才陶阳啊，人头没了，大伙就纳闷了，我抱怎么脑袋没了呢？怎么回事呢？瞧瞧啊，第二天一听，哦，已经是花眼了。当然不会是这种结果啊，那就太拿观众开玩笑了。最后拍这一下就是放一个悬念，当脚尽量就不拍，没有当脚拍，除非是升堂审案啊，按我们术语来说，这叫堂开的。都有固定的词儿，怎么升堂，怎么审案，大老爷啪拍一下，你说动不动当件啪来一下，啪来一下，没有，当件拍的，除非底下观众睡着了，哎呀，这胖子太难看了，妈，
说的还不如听狗叫呢。哎呦这个惨呐、啊！走吧，这俩钱花了，外头还冷，但是暖和暖和也好啊。哎呀，还不如看报墓园呢。找你这怎么办呢？哎，行行，我还说逼公安呢，后头热吧，那哪能这样啊？他就拍啊，狄仁杰一看，热火啊，完了，没有，他叫你呢哦。还没完呢，呵，接着睡，啊，还睡呀，接着拍，那当间拍木头拍多了，那也准有睡着的。你在对面小书馆说书，啊，你这个底下有那么二三十位朋友听书，啊，一会儿门一开进来一位，谁、哎、呀？还没法要票，啊，烧饼，朱云峰他爸来了，老头喝多了，跑这儿啊醒酒来了，那、啊、真拿我们开心了。哪醒酒不行，跑这儿醒酒了，坐最后一个，天还冷，守着这个空调，啊，吹着暖风，还要鼾声如雷，好家伙，都盖住我的嗓门去了。哎呦，大伙儿纳闷，你什么动静这是啊？我踩着了，回头一看，哈喇子还流着，弄得我很尴尬，啊，我想叫他去。最后一个我怎么叫去，就对面那小屋拍吧，拍一下，啊，睡得还挺瓷实，我说这跟我斗法呀，啊，我非给你叫醒不可呀，我说大伙儿啊别吓人啊，我还得拍一下，啪又拍一下，哇，我拍声音大，他打呼噜声音还大，斗法就这么拍，然后我实在受不了，我下去了。说啊，您那股歇会儿吧。好，没事，你说你了。没把我给气死了，这是没办法，因为是自己人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没有说啊，大姑娘、美女啊，听说做最后一个，到现在也没碰见过。我这遇见过什么？给我提意见，说书，说《通林传》啊，这个通林通海川回。去北京啊，现在话说北漂闯事业去吧啊，同林是耍钱，把老头把他爹误伤老父，把爹给打了啊，后来逃出家门，一路上学艺学了满身能耐闯北京啊，叫北京的钱好挣啊，然后走到雍亲王府，天降大雪，对，这个房儿底下一雪睡着了，雪的厚啊，第二天雍亲王出来赏雪，门一开，通林吓一跳，带着兵器子午鸡爪鸳鸯钺，大浪就掉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音，一拍木头就说到这儿啊。第二排一个姑娘羞答答的过来了啊，拿着小条，当时我就展开了瞎想，我觉得可能我的桃花运来了，哈哈，非常兴奋，我都想好词儿了，我幻想着嘛，过来，哎呀，林老师说的《通林传》太精彩了，我还得深沉点，那不行，还需要好好学嘛。哈、啊，哎呀，能不能留个电话呀？哎呀，我们演员是不可以随便留电话的，留一个嘛，好吧，留一个 QQ 嘛，以后 QQ 上聊。哎呀，构思的那个眼前都是粉红色的那种场景，很萌的感觉啊。人来了，我这个都真想好，就这么说了。人家第一条，把条往这一放，走了。我说我还挺内向，不好意思说。啊，看看呗，肯定条上你电话是多少，啊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啊，看你挺好，我想和你搞对象。啊，我这个电话号码啊，这是这个速八的房号。太快了！我想的是怎么浪漫上想，怎么可能就不没房间了？上想，哈哈！哎，看这条，雪下得很厚，地上都是雪。您认为冰器掉到雪里会发出声音吗？真有气！我都快死了！哎呀，他看我还乐。哎呀，我真好，你讲吧啊。那你怎么办呢？人提出这种问题来了，当时我这个粉红色的场景就没了，变成黑暗的场景了。
而且还得构思啊，原来什么啊速八的房号啊，什么电话号码啊，漂亮的形象全没了啊，出现了一个殷勤王府，这地上都是很厚的雪，同龄在这儿避雪，地上有子母鸡叫鸳鸯月，就换成这种场景，人讲吧啊，同龄啊有内功啊，晚上他要不用内功自己就冻死了，运着内功周围的雪都化了，再有一个他在人房门下边，房梁下边是没有雪的，有雪也是薄薄的一层，再有一个是两个兵器，子午鸡叫鸳鸯月是一对儿，大王一碰啊，并非是碰地发出清脆的声音，反正胡说八道，算给人讲完了啊，女孩冲我一条大拇哥，第二天再也不来了。啊，我得哭死了，竟遇这事儿。还一次我们在对面书馆说书，这还是去年的事儿，我们在这屋搞过一个80年代相声专场啊，我是背了一个挖宝，是王培元先生逗哏的那么一个段子，常宝同常三也得捧哏，后面是一个大段的贯口啊，就说这个猪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能做成药材啊，什么猪胰脏做的胰岛素啊，猪苦胆做的抗菌力这类的词儿啊，大老板一大套背的，是我呢是对我看5天前给的任务，背这个哪找词儿去呀，挖宝你想这是歌颂方面的，网上没有这种文本呀、啊、费了2天啊，买本书发现这词儿了，背吧，在台下背着怎么刮乱乱熟的，在这台上就站着一背，头5个药材都背对了啊，猪苦胆做的抗菌力，什么肝经注射液、血管舒张术啊，背的还挺好，咔空白了，又坏了，忘了，对不起观众，忘了，没法往下编，你要菜名我能编啊，正阳高中工厂忘了，鸡腿汉堡、鱼香肉丝、大薯条、圣诞啊，什么那个冰淇淋，这能编，药材咱不懂吗？对不起，忘了，很聪明，您背一遍吧，站着底下都是老观众，都熟，都认识我们，哎，那我背一遍吧，我背，好嘛，比刚才忘的还狠。最后干脆鞠躬，您点一个贯口吧，传统的您随便吧。啊，对，在那屋就开始说。去年那是，这天来一个，我那场不见看，来岁数也不大，可能40多岁吧，过来指着我，哎，你叫李根是吗？我说哈、啊，您好，您对我是不是评估有什么希望啊？哎，上回被那挖宝忘了，2回都没想起来，那是你吗？这就火了。啊，原来你搭档的杨鹤通也是一趟乐鼻灯泡都乐出来的，竟是这种奇遇在对面，在那边书馆说了很多很多的书，我在德云社这评书包括全国我还算敢于创新啊，你说圣斗士啊，说什么、啊、哈利波特，36计配乐啊，还有什么、啊、欧洲曲坛，去那儿度蜜月回来，说了这个，包括传统的书也在那儿说过。后来挪到这屋子，到这屋子就正经的说一些传统书。刚开始来这屋我们也发愁，这屋真坐满了200人，我们说书，对面坐30-40人，我们努努力，底下可能就10个人。真跑这屋200人，也就坐10个人。哎呦，那盛况！但是也没办法，也得说，因为现在书馆没有那么好的剧场，就坐30-40人，让你在台上说书，真没有。尤其又在这坐着说，那就更没有。天津现在书馆里面很少，几乎就是没有了，等于评书这门艺术在天津现在就算是完了。北京还好，保留了这么3-4个小书馆，啊，德云书馆算其中之一。咱们闲人少去，这话就不少了啊。接着说这段火烧金光寺，咱们上回说到哪儿呢？得给您简单的说一说扬州的事儿。来了10个和尚，打扬州城，镇守扬州的老英雄叫吴延衡，有一个外号叫八臂玉教授。怎么叫八臂玉教授？浑身上下都是零碎，双手大镖，双手接镖，双手打飞黄石，双手接飞黄石，一手三暗器，身背后还有锦被一头花妆舞。
在暗器上，这部书吴彦衡是个高人。来十个和尚要闹扬州城，和尚是峨眉派的。第一，峨眉派要统一江湖；第二，大夏扬州城把吴彦衡给灭了。吴彦衡是五台派的高人，把他打败了，我们峨眉在江湖上可以树一树威。上次正说到这儿，眼看这个和尚的头啊，叫笑面弥勒佛广真，跟吴彦衡面对面。广真瞧了瞧吴彦衡，心里头你说不怕吗？怕。吴彦衡能耐在这儿摆着了，今年奔七十啊，六十多岁，呵，花白胡须，根根见肉，挑挑透风，那一看年轻，老头就是个帅才。我能打得过他，真比拳脚够呛吧。干脆这和尚他也坏，不是说所有出家人吃斋念佛菩萨心肠不是，有的那和尚是真坏。隔厅找小姐，不是网友拍下来把网上全国人民骂，和尚怎么能这样，找小姐，和尚都笨，买假发那么多钱。结果笑面弥勒佛广真心狠呐，心想老话说得好，人老不讲筋骨没能耐啊，这一拳脚我不是你的对手，怎么办？看见手中的兵器，什么呀？独角铜人娃娃书，3400斤的分量。我拿这个家伙跟他打，我占个劲儿打，咱还甭进招。娃娃术抡开了，吴彦衡想到我跟前就难了。想到这儿，笑面弥勒佛广真暗喜呀，娃娃术一举，呲啦啦啦，就在空中这么一晃。好家伙，再看半空中唰一下子打了一道利煞，这个东西太厉害。娃娃术一停，先摆了几个架势，干嘛？迈开迈开，让大伙瞧瞧我有能耐。没说话呀，吴彦衡就明白了，那人老奸巨猾，老奸巨猾呀，这不是个坏词儿。这人老奸巨猾，他心眼儿多，不至于上当，不至于吃亏。吴彦衡心想，干嘛？拿娃娃术这么大，你那娃娃术3400斤的分量，你想用气力压倒我，凶僧啊凶僧，恐怕你打错了算盘。再看广真一晃娃娃术，弥陀佛，老兄，来量量你的家伙吧，啊，咱俩比比兵器，你看如何？好，吴彦衡不慌不忙，凶僧啊，真要比家伙的话，恐怕你就要丢人了。说到这儿，再看吴彦衡一撩这衣服襟，他不就是脱裤子是吗？拼了这是，玩狠的，和尚脸都红了，不知道吴彦衡要干嘛。再看吴彦衡一撩这衣服襟，感觉腰这儿憋着假的，什么呀？入金的杆子。平常不用，在腰里头围着，就跟皮带似的。真要用起来，一溜衣服劲儿，啪，杆当一抖，这是他的家伙。这东西可不好练，各位。杆棒入筋的，它软啊，你手上没功夫，没练到功夫，这棒子耷拉下来了，非得啪这么一抖，就跟个枪似的，那才叫练出来的。再有一个，它发软，打到什么上头，拐弯能弹回来。真练不好，就把自己给杀。再看老爷子吴彦衡，各位一晃入金杆棒，手中一抖，真要是行家，一看人家一抖这杆棒就没法打，没有50年的功夫，他练不到这种地步。一个金鸡乱点头啊！啊，可把广
真给吓坏了。广真心想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他没见过，没见过就没法了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不懂得人家这个兵器，你不明白人家的套路，那玩意儿怎么打？要说和尚他无知啊，还想着呢，我力气大呀，我是一力降十会，3400斤抡开了，你那一个，你那棒子才能多沉呢、啊，当一下就磕飞了，完了。光想着一力降十会，他可忘了一巧破千斤。再看笑面捏的佛广真可是真狠，娃娃说有啊，我老爷子贫僧得罪了，书生得罪了，来说是举过头顶，龙头盖顶，往前一纵身，由上往下呜就砸下来了，憋着什么心理，我这一下就把你砸成肉泥就砸了，带着狠劲儿啊！你想说没到风险大，稍微离着近一点，就感觉这发髻就吹起来，呼，和着口气，唰就砸下来。吴彦芳一看，一不躲，二不闪，干嘛呀？没法躲。练武这玩意儿就讲究一个寸劲儿。你躲早了，往旁边一闪，人家那树还没砸，你就躲开了。人家腕子一翻，啪，把你抽一边了。躲晚了，我挨上了，非得是似挨上没挨上，就这么个结论。吴彦芳很敢帮看着，一看这树奔自己面门来了，老头是一不慌二不忙，来了一个白云闪身，嗨，出来，就这一闪。这树可就砸空了，您说使了多大的劲儿啊？就这一下子，这树就砸，愣把地给砸一坑出来。吴彦衡心想：好个和尚，够狠的！这幸亏是我躲得快，这要是真拍上，我就完了。但是凶僧啊，你打错了算盘，我吴彦衡也不是好惹。这槊往地上一砸，使劲太大，想往回收，各位可就收不回来了，没那么容易。3400斤分量，咱家里说您拿一个煤气罐，您试试往地上扔，扔完您再想往回收，那就太困难了。人这娃娃说3000多斤，啪就砸空了。吴彦芳往旁边一闪，赶棒往下走，照着腿。这秋风扫落叶，赶把奔和尚双腿就来了，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，和尚是真有功夫，赶紧一纵身，拔地而起，大棒子砸空，和尚双脚刚一落地，吴彦衡这棒啪又回来了。这回说和尚再往起蹦，各位可就蹦不起来了。你要说拿一刀，他兴许还能蹦起来；拿一树啊，3000来斤，蹦一下就不简单了，还往上蹦，没这本事啊！这把眼看就砸着了，真要抽腿上，那和尚骨断筋折呀！各位，和尚能吃这亏吗？但是蹦不起来，心想：干脆来个狠的吧。把这娃娃槊往地上一出，拿着槊架你这棒，只要一碰上，你这棒是非得飞了不可。和尚打的这个算盘，一咬牙把这槊狠狠往地上当啷那么一戳。各位，这阵杆棒可就大了，路经杆棒正打在娃娃槊上，啪！和尚心想：你撒手吧。把眼一闭都不忍看了，就等着从上头往下掉了。敢睁眼一瞧，人家爸根本就没撒手。咱刚才说了，软家伙碰上带拐弯的，啪一拐弯，吴彦衡的功夫多深呢、啊、全用内力降下这爸爸，腕子一压，这爸爸就翻过来了，再一起腕子往上打，
奔和尚手腕就来了。和尚没法躲，躲除非把槊扔了，撒手扔槊，那手能躲开，否则的话这手腕就废了。但是有一劫，真要把槊扔了你就输了，比我拿家伙你兵器都让人打掉了，你还怎么跟人拼呢？唱快板在台上打板板飞了，那你别唱了，那就啊，说相声在台上被报菜名打打假牙飞出去了，还得跟各位说劳驾，我先捡牙。那你还干嘛呢？您想这道理是不是？但是要是槊跟手比起来，还是得保着这手啊。广真也是没办法，咬牙嘡啷啷啷啷，这娃娃槊是扔到了地上，往旁边一闪身就飞出去了。大伙儿，扬州百姓都恨透这和尚了。怎么和尚来了不到几天，三天杀了500人？这是头一回咱们说的，现在就不细讲了。这恨和尚恨得牙根儿都痒痒，就盼着不咽声出口恶气来。你看和尚槊一扔，呵，可逮着理了。好啊，和尚丢人了，咋处理？哦，兵器都扔了，瞎闹啊！再看和尚嗓子脸都红，弥陀那个佛，念佛都不利索了。哎呀，怎么手出汗了呢？你是还给自己找辙呢？不言方稳如泰山一般，我感到抖了抖，往腰中一围，兄僧，兵器还用笔吗？把头不死，兵器还用笔吗？有点那意思，挖宝贝忘了是你吗？性子是一样的。我老爷子，我服了你，兵器我输了。但是我们峨眉派兵器不是长处，我们拳脚是长处啊。老爷子，敢跟我比比拳脚吗？心想我用拳脚我找个脸，哪怕跟你打一个平手我也不丢人呐。我燕凡乐了，好吧，和尚你说比什么咱就比什么，比拳脚，练招式吧。两个人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。这会儿和尚可就全神贯注了，听说过吴彦衡有能耐，没见过，今天见识过，真比自己高的太多了，拳脚我可不能输。再看和尚先下手的围墙，后下手的遭殃，往前一跟，大力金刚掌奔着吴彦衡面门啪就拍过来了，那掌心都发黑了，真要拍上平常拍石头，石头都粉粉碎，多大的能耐！大伙一闭眼，老爷子，你赶紧躲呀！倒是，还是那话，练武就占一个巧劲儿，早了不行，晚了不行，非得是恰到好处。这一掌可就过来了，我也得看，还不懂，这掌可不。闭眼了，心想这一下老头你脑袋就废了，赶紧让打出去，睁眼一看，扎，再找人没了，人呢？我没挨上他呀，这我要挨上他我给打飞了也行，人呢？和尚正纳闷，就听身背后有人说话，行僧这儿呢，哟！回头一看，吴彦芳在身背后，可把和尚吓坏了，赶紧把掌撤回来，来了一个乌白眉，掌往后看，吴彦芳唰一转身，和尚这儿呢，啊！又一掌，这儿呢，五掌，甭说吴彦芳了，连人衣服都没挨着。吴彦芳乐了，看来和尚也就这两下子。再看老爷子是倒转身形，围着和尚可就转开圈了，龙魂掌，再瞧
小和尚，琵琶的硬脚可就见了汗了，眼前是金灯乱转。哎呀，人呐，看前边是吴彦衡，后边是吴彦衡，左边是吴彦衡，右边是吴彦衡。好家伙，东西南北天南海北上下地下全是吴彦衡，哪个是真的他都不知道。啪打一掌，不是了；啪打一掌，又不是了。吴彦衡身法大快，那个转速啊，一个吴彦衡变四个，四个变八个，八个变十六个，六个变三十多个，三十多个变好几万个。这会儿再看和尚，就等着挨打。简短截夫，吴彦衡唰转到和尚身背后，砰眼一看，吴彦衡大喜，大喜，高兴。怎么？和尚露出破绽了？什么破绽？各位，这个练武术它不能有破绽，怎么打？你都得护着裆，这裆这是命门呐。这阵和尚这破绽可露大了，前腿弓，后腿绷，这裆可就敞开了。平常和尚不会有这种失误，今天怎么有？转迷糊了，他恨不得一掌打着吴彦衡，越想打越打不着，一迷糊把裆就给露出来了。这玩意儿还甭说打，你就无意中割一下他都难受啊。好心思，你可要倒霉了。老爷子也是真够狠的，一抬腿使了一个大踢紫金棍，脚尖一蹦，这老头这脚那在舞台派天天练功，踢百木桩，一天踢好几百个，一脚下去桩子就得折呀。攒足了劲儿，仗着和尚这裆，踹过来。这叫踹过来，那和尚就算废了，彻底就死了，连宫里都去不了。宫里得要活的，不能要个死的呀。是不是？这手术跟愣踹那玩意儿是不一样的。好家伙，吴彦衡这脚一抬腿。你说你踹就踹吧，人呐都有这毛病。什么毛病？骄兵必败。你说你多大的能耐，你踏踏实实的，你别狂，一狂就完了。关二爷怎么样？三国关云长多的能耐，一辈子没输过，最后狂败走麦城，就怕狂。这阵吴彦衡也犯狂了，踢的同时说了一句话：凶僧小心了，小心了，你可留着神呐。其实他要不说这话，真踢上和尚就完了，怎么来就得怎么回去，回去连峨眉派都不要了，没必要两个废人，是不是？他这一喊凶僧小心了，和尚可就听见啊，就感觉身背后风声就过来，回头一看，喊不下，这腿离自己当哪一呀，就马上就挨上，没法躲。他这姿势要命，前腿弓，后腿蹦，想往上跳跳不起来，你那怎么蹦啊？和尚心想，干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不是你死就是王婆。一伸手探出来两个手指头，大力金刚指，和尚的大力金刚指戳石头，石头一眼儿，心想我就点你的腿，这就看天意了，不该我死我就把你点了，该我死你就把我踹了就完了。和尚身法也够快，这手指头奔着吴彦衡膝盖就过来。吴彦衡也没想到和尚有这手，再想撤腿可就撤不了了。怎么吴彦衡那腿的速度太快，收不回来了，耳朵中就听见啪，这手指头正点到膝盖上。好家伙，吴彦衡那脚尖离和尚致命的地方也就差这么多，点到膝盖上。再看吴彦衡，啪一声惨叫，腾空而起，摔倒在地，和尚连冷汗都下来了。
弥陀那个佛，好悬好悬的。哎呀，打垫步跳出圈外，看着吴彦衡，就这一胜一负，眨眼之间。刚开始大伙认为吴彦衡必胜，一眨巴眼人就摔那儿了。这个现实太残酷了，各位谁都不敢相信，都傻了，认为是做梦啊。吴彦衡把眼一闭，啊，但恨自己呀，吴彦衡啊，吴彦衡，你混蛋呢，老糊涂了，你多这么一句嘴干嘛呀？你不多嘴，和尚就摔那儿了。您这一句凶僧，小心了，我摔这儿了。啊，最后悔，后悔也没用，世上什么药都有，没有后悔药，各位，把人一立。就等死了，可把广智乐坏，擦了擦冷汗，从地上把王朔抄起来。这得意劲儿就甭提了。吴彦衡，休怪贫僧无礼，我让你劳累。王朔一举搂头带顶，奔着吴彦衡。吴彦衡都没法躲了，这腿等于算残了折了，就等着挨这一下。那位说吴彦衡徒弟在旁边怎么不过去？第一，徒弟傻了啊，没想到；第二，真徒弟有的也担心，师傅都不行，我们上去能行吗？啊，师傅在台上都迷了，那观众都轰下去了，我们还上去？那不找倒霉吗？一个道理，大伙没敢上，真要砸上吴彦衡是非死不可。周围还有扬州城的老百姓呢，百姓是一拥而上，就跟抄起兵似的。韩秃驴，休杀吾老英雄！韩秃驴，大秃驴！这叫众怒难平，大伙都向着吴彦衡。真说和尚麻不说一举，就这一扫就能扫死一百人，这不在话下。但是他不能这么做，为什么？他是要占领扬州，不是攻打扬州。那打扬州城啊，三光政策，那和尚随便杀没问题。他是要占这个地方，第一为了扬威，第二为了日进斗金。扬州城那是水旱的码头，一天能进多少多少钱呢？把当地老百姓都打了，那你还在这怎么干呢？和尚往旁边一闪，诸位，哈哈哈哈，我跟吴老爷子开个玩笑啊，有这么开玩笑的吗？大伙把吴彦衡就围住了。再看广真，瞧了瞧吴彦衡，吴老同学，这可就不能怪贫僧了。有这么一句话，天下乃人人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谁让我能耐比你大呢？老爷子，这样吧，现在让你走算我欺负你，我给你三天时间，你回去好好准备准备。但是有一样，金银珠宝到桌椅板凳你什么都不许带走，通通得给贫僧留下。给你三天时间离开扬州城，三天以后，扬州城哪里看到吴彦衡，哪里就休怪贫僧撒野。说了话，我这王朔一举那意思，三天以后再看见你，你就完了。吴彦衡一摆手，点了点头，这就默认了。徒弟赶紧吧，搀是搀不了了，腿都瘸了，没法搀着走。找个木板儿，把吴老爷子搭到这木板床上。临时当床，弄上绳子，找扁担一搭，徒弟们把老头抬回了家中。老头住在哪儿？扬州城里的吴家寨，那是大宅院。吴彦衡有钱，日进斗金呐。赶这一进吴家寨，老头心酸呐。哎呀，这一辈子创下的家业呀！偌大的家业呀，眨眼之间就让我一句话，凶僧小心了，就完了，当然无存呐。
3天的时间我就不能在这住着了。搭到床上，老婆子过来，老伴儿，玩吓傻了，哎呦，老爷，老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，老爷？去打发人，把我3元儿叫回来。打发人把我3元儿给叫回来。老头的独子叫吴三元，书中交代，吴三元是咱们书中的书呆。这部书捧的就是吴三元。老头，你别看这么有能耐，这么有钱，但是没孩子，这是很苦恼的一件事情，没有继承人。后来是老来得子啊，也是老天睁眼给了个儿子，取名叫吴三元。小孩今年15岁，在学房念书呢。哎呦，这个孩子老来得子，您想能不宠吗？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什么都不让孩子干。15岁的孩子相当于一个废人一样，你把他搁到社会上，那就是挨死的过了，什么都不懂，认为天下都是好人，哪都跟家里一样。赶紧把我3元儿叫回来。一会儿吴三元就回来了，早听到这噩耗了，哭着就回来了。哎呀，爹，您这是怎么了，爹？儿啊，老头眼泪下来，伸手摸了摸吴三元的脑袋。儿啊，天不怨，地不怨呐。不怨父亲我多了一句嘴呀，落得个终身残废。爹，您快别瞎说，爹您能好起来？好不了了，何人的功夫我知道。再看周围这些徒弟，徒弟眼泪也下来了，老头心里难受。徒儿们，徒弟也是儿啊，师父啊，父亲的父。徒儿们，现在我这边了，你们看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吧，啊，拿完之后赶紧走吧，走。大伙全跪下，师傅，我们不走，我们说什么也不退出。你走吧，峨眉派要封杀咱们呐！走吧，不走，师傅，不能走。唉，不了哆嗦，拿手指着徒弟，好过你们啊！好，我腿好的时候，我说什么你们都听是吧？啊！我腿一坏，我说话你们就不听了吧？师傅，我们不走，师傅。啊！大鼻子横气的，咬着牙，腿都疼死了，快！一看墙上挂着一口刀，一伸手把刀就给摘下来了。奔黄推蛤蟆口，各位，擦来了，刀就抽出来，往脖子上一放。刀刃冲里，刀刃冲外，这是真自杀。不像那相声里说的啊，自杀啊，刀刃冲里，刀刃冲外，那您骗傻子呢？老头真想自杀，诸位，徒儿们，有一个不走，有一个不听话，老夫就挥刀自尽呐！全傻。干嘛不厌烦非让大伙走？老头明白，和尚放过，假装放过，到了晚上和尚准得来。和尚来，我现在是废了，我老婆子打不了，我3元儿15岁什么都不会呀、啊、我这帮徒弟能看着和尚打我吗？肯定得拼去，就这帮人绑一块儿也打不了半个和尚，无非就是多几句死尸罢了。
到这个时候，吴彦和人格高尚的各位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不想自己先想别人，那意思你们赶紧走吧。徒弟也明白这意思，师傅我们就不走，是你打死我们也不走。哎呀，你就在这个功夫，徒听得房上有人道当天一声喝喊，迷途想走，哈哈哈哈，是比登天还难，谁也走不了，贫僧打我俩。再看犹太外头飞进来十个和尚，好家伙，为首一人正是笑面弥勒佛光这儿，眼珠子瞪着，血贯通人呐，那个狂劲儿就甭提了，这就叫小人得志啊。吴彦和要不说这句你打得了人家吗，那这事就甭管那个，我赢了那怎么着，王说一句，途中打了一道利闪，谁也走不了，想走问问我这王叔。吴彦和不慌不忙看着和尚，徒弟就想杀，吴彦和一摆手退下，心僧，老夫准知道你来，扬州百姓都护着我，杀不了我，我才你马上来，没想到你早了很多呀。和尚，我告诉你说，这些个徒弟都是我的徒弟，树倒猢狲散，我都这样，他们马上就要走，这些都是外人，你不准伤他们一根毫毛，我家人你来看。为夫说句大话，为夫教你几年，你想打和尚是易如反掌，谁让为夫老年得子啊，没舍得让你练过。儿啊，别让和尚看笑话，去上来让和尚把你打死。眼泪刷刷，疯了。那和尚大儿子，第一，老头要看看自己儿是不是吴家的后代。将门虎子，你打吧，我不服，你怎么着都行，绝不服软。真要不是将门虎子，我错了，那就成说相声的了。想瞧瞧，别让和尚小瞧了咱。再看15岁的孩子，各位一点功夫都不会，但是将门虎子眼珠子瞪着，血贯瞳仁，小拳头攥着，脑袋就递过去了，那意思和尚你来吧，把广真乐的好，小娃娃休怪贫僧无力人。他说一举颤呼三管脑袋，大伙一闭眼，心说孩子完了。吴彦和咬着牙，这阵真恨自己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硕牙看就砸上了。各位死不了，吴三元死了我怎么办？他死了我不就死了吗？我好，他死了我还得想办法啊，仙山稻草，咱这也不是神怪书啊，再稻草也没用，硕拍脑袋上都瘪了，成肉泥了。我稻草，这人活了，那太胡说八道了。眼看就挨着，哗，老百姓就冲进来。怎么到的这么及时？我让他们来的，我不让他们来，他们能来？再者说，老百姓不放心，就怕和尚来找麻烦，所以到这儿来，正赶上。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看着满眼的硕牙看着拍下来，老百姓就急了，好你个秃驴，你说话不算数啊，你有你这样的吗？你不说3天吗，啊，这怎么这就打上了，揍秃驴，打秃驴，哇，和尚把树冲回来，跳出圈外，哈哈哈哈，开个小玩笑，听说你打死了，看我心说
点意思。我说老爷子没事儿，你甭听那和尚的，他妈三天住我们那，住我们家去啊，不就多几双筷子吗？啊，别的咱不说，那酒肉咱管不了，窝头咸菜管够啊。老爷子去我们那去。不是一个人说这话，各位冲进来的老百姓全说这话，这话不多，分你在什么时候说，这就是人情啊。各位，吴彦恒现在是什么样啊？虎落平阳，龙困沙滩，这人落了北了。说句白话，这人现在很衰了已经。大伙还能这么说话？这个世上就是这样，锦上添花的多，雪中送炭的少。各位，在你最困难的时候，有人就伸手帮你一次，你能记他一辈子。吴彦恒是老泪纵横，我现在是什么样啊？他们还这么帮着我，也仗着吴彦恒平时对大伙好，你有困难的时候，大伙才能帮助你。这人呢，现在都是很现实的。说实话，我师父啊，郭德纲郭老师刚来北京的时候，他是三进三出北京城的，那多惨！一天津演员没名没腕，小字辈的闯北京，北京相声界排外。那阵儿大腕特了不得，他哪来那么一个使个活，我看说一段我瞧瞧。一说观众欢迎，开始排挤你，想办法不能让你在北京待住。那阵儿多惨，就这么几个人在跟前儿，惨淡经营。那阵儿我是看过花生天桥，就在十里河那儿啊，我师傅一个专场，他说四段，这四段说实在现在他轻易都不说，一个卖武器，一个学小曲儿，一个双学济南话，还有一段是什么，是杨乃武写状。这四段节目他现在轻易不动，为什么？这是有技术含量的段子。再有一个累，大段贯口，大段唱腔，费劲。底下才多少人？就跟今天这状态差不多，可能比今天也就多两三个人。后头就这几个演员，什么人都没有，甭说人，连条狗都懒得搭理你。哎，火了，您看看，好家伙，相声界啊，真有人到后台来拍着，刚一火啊，北京的说书的也来啊，咱一块合作，你找我干嘛去？乱七八糟的，人们八竿子打不着的人，哇，全来了，好家伙，小学同学都来了，哎呦，就是这话。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的各位，我就一例子呀啊！一说进德云社，没名没腕，就是一小学生进德云社，能怎么着啊？哎呦，以前的同学那个联系呀，啊，那阵我暗恋的女孩都给我打电话，人都是这样，这有法子。但是吴彦恒现在很惨，各位，大伙能说出这话来。吴彦恒雪中送炭，真感动。这哭是真的，哭有真有假，假哭啊！队长，四队队长阎鹤祥死了啊！哎呦，阎鹤祥啊，哭吧，你死太晚了。这哭是假的，真正的哭，各位有这么几句话：第一个，儿子哭爹惊天动地；第二，姑娘哭妈真心实意；第三句，儿媳妇哭儿媳妇哭婆婆虚情假意；真的。第四一句，你姑爷哭丈母娘野驴放屁。当然我说的都是那外边的，今天是一位没有。今天真没听书，那是小好啊，那怎么可能办出这种事儿来？您说是不是？除非听主流的说书。吴彦恒老泪纵横，各位真难受。唉，我不能跟各位走啊！我一走，和尚就饶不了你们。和尚三天杀过扬州500人，多杀几个他也没什么，我不能连累大家。哎呀，吴老爷子。
我那是鸡蛋，我们就碰它，碰完就碰它一身黄子，跟我们走。诸位，这样吧，和尚不是说了吗？三天以后，扬州城不准看见我，我就不在扬州城了。扬州城外有一个土地庙，啊，年久失修了，大伙受累，谢谢大家帮着收拾收拾，我就住那儿了。以后，嗨，说什么吴彦衡也不去。大伙一看，得了，就听吴老爷子的吧，土地庙就土地庙吧。第一是吴老爷子说什么不给大伙添麻烦，第二大伙也含糊，说碰他一身黄子那真拿命碰去。和尚杀500人不在话下，再多杀我们几个也没什么，心里也嘀咕。简短结束，庙就收拾好了。吴彦衡这一进土地庙，这心里头就咯噔一下子，在这个心情上又笼罩了一层阴云。这个落差各位受不了啊，原来是吴家寨金碧辉煌大宅院，土里伺候着，那出来什么劲头，抬进土地庙那个破呀，这个落差是没法比的。各位，你要说从穷蹭蹬到富了，那就能接受，有的人和小心眼儿，哎呀我有钱了，他也受不了。从富往穷上走，天天攒底让你开场去，天天那受得了受不了，哪他妈过个临飞吐血，我操！吴彦衡心里难受啊，多谢各位啊，一会儿老百姓又来了，送褥子的，送被窝的，锅碗瓢盆，嚯，吴彦衡能开一小卖部了都，真感动啊。诸位啊，我多谢各位了，多谢各位了，今生今世我是完了啊，报答不了了，我腿都瘸了，但是都得有来世吧，各位，来世我吴彦衡变牛变马，我也报答各位呀。哎呀，吴老爷子，你就别说这个了，老百姓回去不提。吴彦衡一看周围就是这些个徒弟，你们都走吧，我们不走。你们不走，在这就是等死啊。这样吧，晚上和尚准得来杀我，他和尚不会放过我，把我杀了，别给我买棺材啊，找一顶炉席，把我们一家三口卷到一块儿，找个地儿一埋，我就多谢各位了。师傅您别说这话，和尚不来，和尚准得来，和尚真得来。吴彦衡多聪明，和尚饶不了自己，有我吴彦衡在，我就算废了，那和尚也是一块心病。真得来呀，我就麻烦大伙了，师傅。徒弟都哭了，这阵都恨自己当初怎么没学能耐呢？当初多学点能耐，跟师傅这阵跟和尚打，跟他拼了，那也行啊。你当初多背背贯口，台上何至于这样？哭声一片。心疼师傅，暗恨自己呀，土地庙可就改了灵堂了，各位，真难受。吴彦衡也哭，吴三元也哭，老伴更哭，这么多徒弟都哭，有一个徒弟他可不哭。为什么不哭啊？这徒弟是傻子。吴彦衡俩傻徒弟，头一个大傻子王九龙死了，头一回说了，让和尚跟和尚比武，让和尚一掌从前胸打到后边，胳膊都穿过去了，在里边卷乎卷乎掏出来了，那还活什么劲儿去？咱也犯不上为他再改神怪出啊。还有个傻徒弟叫范天喜，王九龙这傻是五大三粗，个高，他能打就不是真傻，这范天喜可是真傻。那是吴彦衡打外头捡回来的一个，五大三粗就是傻，大伙儿都欺负他，吃饭不知道饥饱，睡觉不知道颠倒，这么一个主。好家伙，他不哭，他还纳闷儿，你都哭什么呀？怎么了这是？旁边的，师傅让人打了。
谁打了？和尚打了，和尚把师傅嘴打瘸了，咱都打不了和尚，现在难受。我说呢，和尚刚来来的，他骂上了，这一骂声音可就高了，他奶奶的，让吴彦恒给听见了。范天喜要不说话，吴彦芬还想不起来这傻徒弟，因为太乱了，没想起他来。范天喜这一说话，吴彦芬眼泪哗哗一下子。哎呀，我还有个傻徒弟呢，各位。这些个徒弟精明强干，有护身之术，我死了他们干别的能活，我这傻徒弟可怎么活呀？什么都不懂，真正的大傻子呀。我死了谁护着他呀？天下父母爱傻儿，哪个傻他疼哪个。哎呀，天喜我儿过来。师傅我来了。师傅你怎么了？老头看了看范天喜儿，为师叫和尚把腿给打瘸了，和尚晚上就来杀师傅啊，还杀你师娘，杀你三元兄弟。今天你再见为师最后一面，儿啊，明天你就看不见师傅我了。为什么呀？唉，和尚要杀我呀。你打和尚呀？为师腿让和尚给打瘸了。我说他们怎么都哭呢？那您哭什么呀？和尚晚上要杀为师我，明天你就看不见我了。我心疼我儿天行啊，你傻子以后怎么办？那你打和尚吧。和尚把为师腿给打瘸了。我说怎么都哭啊，那你哭什么呀？和尚晚上杀我，第二天你就看不见我了，我放心不下你呀、啊！你打和尚吧，我腿瘸了。吴彦恒都快疯了，他讲不明白呀、啊，各位，这个劲费的，好家伙，费了半天劲，掰开揉碎了给讲了。啊，腿为什么能瘸？人的骨骼是怎么回事？这才明白，我说呢，人奶奶的，哪知道傻小子范天喜冷不丁说出一句话，各位，就范天喜这一句话，当时就这么大的吴彦恒精灵打了一个冷战。吴彦恒心中暗想，呀，心中暗骂自己，把地狱教授你算个屁呀！啊，你这么大的能耐，你不如一个傻子。就范天喜这一句话可不要紧，零四俗话说得好，牢笼正在沙滩睡，一句话点醒梦中人。范天喜这一句傻话算把吴彦恒给救了。好谢谢大家。